幸福克罗埃西亚第六天，今天是2018年1月18号，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。我们从普鲁多纳尼克出发，大概40分钟，来到了 Stone， 从9点，所以我们休息了30分钟，爬了 Stone 的中国的长城。里面的售票员叫伊凡卡，美国第一夫人，她带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边的长度在5.5公里。那门票呢，如果个人来的话是70克朗，那团体票10人以上，1个人是50克朗。碍于时间关系就无法前往了，那有跟他交换个名片。接下来我们即将在前往 Stone 那个 Melistone 这边去坐船到马可波罗小岛，就是克楚卡岛的部分。要根据导游还有包括伊凡卡讲说，马可波罗这边岛非常的漂亮，好的可以享受。我们也参观完之后坐船大概有20分钟的 ferry， 还有包括可以在这边体验一下整个亚得里亚海的马可波罗式的午餐。是牡蛎养殖场居多哦，少部分的是珍珠 pearl 部分 ，oyster 还是这边的特色。那今天我们将抵达，会到 Split， 也是我们的司机 Srakat 的家的部分，有4个小朋友，三个女生，一个男生呢。幸福克罗埃西亚第四天，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来介绍。现在是刚好是退潮呢，现在这蓝的真的是 amazing， 是 deep blue， 海洋蓝，现在在拉摩马牡蛎的，所以牡蛎的话，这边在 Stone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有机会一定要去品尝一下，旅行献心自己，幸福克罗西亚，拜拜。